很抱歉的告诉大家，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给大家宣布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还是决定要分手了。因为这个决定是我们思考了很久，要不你来说吧。我们决定今天，你不要说了，就是我们决定今天要分手24小时，就是整个24小时，我们将不再以情侣的身份啊互相相处，就以普通朋友，甚至是陌生人的身份来相处，好不好？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最少要可以接受。那确认一下，现在啊，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离开对方？是之前，开始干嘛？开始之前听一下，开始之前听一下。好烦，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啊正式来，首先牵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分手。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我们要干嘛了。今天我这个挑战要给他制造一种紧张感，然后我在手机上提前准备了一段录音，就是打电话录音。等会儿我会假装有一个男生正给我打电话表白，然后看一下冰冰的反应，就是特地给他营造一种我很抢手、很热门的一种感觉啊。那现在我们就出去看看他的反应吧。Lady Go。喂。怎么了？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？就我喜欢你。啥？谁啊？什么？没有谁啊。妈呀，我们分手才一个小时。但是我现在就是单身，我和谁聊天是我的自由，你问我，你管我？才一个小时你就无缝衔接，你这样好吗？但是我现在是单身，我和谁聊天你管得着吗？你是不是早就想分手了？我没有早就想分，但是我们现在确实。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。你把手机给我。现在已经分手了。你把手机给我。你把手机给我。你不是早就想分手？你又来这套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不要打我。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。你手动脚的话不合适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不要忘记你今天干嘛？说了不准生气。他说了不准。你快点，你现在这个镜头先说一次不准生气，要不然不玩了。我们没有生气，你刚才有，你刚才有，我有生气吗？有，你刚才头都冒火，我有生气吗？不要对我动手动脚，走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不要对我动手动脚，很好吗？走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不要对我动手动脚，很好。他完蛋了，假装打电话是吧？我待会儿也出去，假装给我朋友打一个电话，去吐槽他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喂，哎，我跟你说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分手了，我终于分手了，终于摆脱他了，我天哪！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一堆烂毛病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就掏被子，而且那个袜子啊真的是到处乱扔，我都不想说了。我才发现他真的像个大猩猩一样，像个黑猩猩一样。啊，那个就是很小啊，而且时间又短，真的不好用。对，你在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说别人说什么又小，时间又短？我又没说你，你干嘛对号入座啊？我知道你不是说我，但是就你不能这样说，出来让别人误会啊！什么又谁、什么又小，什么又小，时间又短还不好用？对啊，我跟我朋友说那个相机它。推荐的那个相机真的不好用啊，我之前用过呀、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某些人真的很奇怪啊！啊，快点过来，你过来给大家解释清楚，对着镜头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啊？说不小，时间不短啊，快点！我又没说你，我不管，不管，我知道你没说我，知道你没说，但是你必须得给大家解释，要不然这个东西我解释不清楚，啊、你必须要说清楚。不小不短，而且也很好用，好了吧？哎，不行，这不够，你要给大家解释，你发一个声明，你要解释清楚啊！我又没有说你，我解释什么？啊！干嘛？帮我一下。干嘛？
我今天没纸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啊，分手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纸吗？没有纸我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分手了啊，你就自己待着吧。就我错了，不分。Ten minutes ago。这个是杰哥平时最爱吃的冰淇淋，今天我一口也不会给他吃，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巧克力的。你在干嘛？啊？我在吃冰淇淋。什么冰？给我点。哦，我觉得好好吃啊。我自己的。我吃。我们是这什么关系啊？是亲，我现在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也对啊，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凭什么要给你吃？给我吃一口。但是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说，这家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平时都没吃过，给我吃一口，全是你吃自己吃了，给我吃一口嘛，吃一口。哈，给我吃一口不玩了，我们和好，暂时和好，暂时和好。谁跟你复合？谁跟你复合？暂时谁跟你啊？暂时复合。暂时复合。抢劫了！暂时复合。不是老婆，你老公你是个屁啊！不是我，老婆，老婆，娘啊！我。嗯，好好喝，那我喝一个。不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，但是今天好死不死是我们的洗澡日，今天要去给狗狗送去洗澡，没办法，将就一下吧。啊，和一个陌生人和我的室友一起送我们的狗出去洗澡。不说话，两个陌生人，因为今天刚分手。我这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奶油，你过来。奶油，我这呢。过来。奶油。奶油，快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到我这来，哎，对对对，奶油更喜欢我，更喜欢我，快过来，过来，布丁，我这来，喜欢我了，果然更喜欢我一点，最喜欢更喜欢我，是不是？奶油，过来，快，快，快，哎，你牵住，牵我的狗的，哎，我的狗，我的狗，哎，我的狗最喜欢和我在一起了，奶油最喜欢我了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你坐副驾干嘛？不能坐吗？副驾是只能给我的男朋友坐的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赵先生说我不能坐副驾驶，副驾驶只能给他的男朋友坐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坐在后排和我们的布丁一起坐。因为分手了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坐在副驾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坐在后排和我们布丁坐在一起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绕路了呀？小心我投诉你啊。我，那你既然把我当师傅，那我等会儿你要给我车费啊，要给我车费。给就给，谁给不起一样。500，你信不信我投诉你？不管，反正500车费，要不然你等会儿自己走。他居然还要我给车费，有多过分啊！我决定了，我今天不会理他了。要分手就分得彻底一点啊！彻底就彻底，我们今天你说的啊，就彻底分手了。好，坚决不理。干嘛？分床睡啊？分手了吗？你已经分手了，但是玩个游戏不至于玩到这种程度吧？为什么不至于啊？我们已经不是情侣关系了。是，走了。你自己要玩的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你自己在车上。不玩了。走开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快进，快进去。你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啊？就在沙发上睡啊？不行，不行啊！玩了，玩
断。他说不玩就不玩。说了不准生气了，说了玩游戏不准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哪有生气啊？你自己说的，你今天上午还在车里面加了时间呢，24个小时多一分少一分都没有加。你自己出去睡。我怕黑，又冷又黑外面。那也可以，你想一起睡也可以。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是吧？